啊，直接看。早上起来的感觉是什么？哇塞！哇！海景哎，好美哦！哎，爽度很爽哎，很爽哎，整片这样落地窗，然后看海，然后椰子树那边晃。哇，真的要出国，你都变帅了。对啊。哇，好香哦，一哥。香不香？很香哎。我现在帮你们做早餐。我从那个饭店二楼就闻到的香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对啊。闻香而来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香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里面有老板加了23种他的秘制香料。啊，这么厉害？对，而且我们今天有没有？现在只烤两条，已经是比较非常少量。老板一天只卖1条而已。你真的对我很好。你看，你一条，我一条，刚好我们一人一条。真的假的？完全不分给他们。没有，他们不知道有录这一趴，他们还在睡啊。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来把它刻掉一样。而且他这个只用这个云林彰化那边的台湾猪肉。哦。然后你看哦，他只是光这样子哦，这不是我烤成这样子哦，这是他一开始给你就这样。对。他经过3个工序，就是低温烘烤，然后还要在那个高温下去再烤一次，然后最后再爆皮这样。哇，哎，他这个是脆皮吗？脆皮的。哎，厉害。而且超脆的，真的超脆的。这个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方便，听到。加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哪一个职业啊最会烤肉吗？不知道，答案是老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说老师烤的都不会焦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早上特别丰盛，有，我真的有吓到哎。除了我们泥塑老板帮我们准备的各样的各式各样的早餐之外，另外我一早龟心枯瓜有没有？对，都帮你们辛苦了，烤肉，给一哥一个掌声。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而且超脆，它的皮好好吃，好香哦。香料粉，它有腌制一层香料，然后那个香料啊搭配洋葱，天哪，好好吃！它本来就是已经熟透，它都腌好了，哦，腌好了，然后再加，每天已经老板都做好腌好，其实你只是把它退冰，那如果说甚至你用气炸，不用烤，用煎的都可以。所以其实在家里也是可以完全复制，没错，因为这已经熟了，真的。哎，而且你看哦，吃一吃，一回头椰子树，你会觉得这是在国外的感觉。真的很放松的感觉，伪出国。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一个竞赛，非常残忍哦，对，非常残忍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进行竞赛吗？为什么嘞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一个超级松的30 SPA。争取，对，我们用射进来决胜负，不能用出道几年来决胜负，不行，那我们就直接分队，全明星一队，全明星一队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全明星的人，你是第四季，你是第四季种子选手，对，报名了，林扎跟一哥，嗯，耶，我们用射箭的方式，一人2件，然后加总，比分数加总。听说有人在偷练箭啊。啊，没有啊，我只是玩玩而已。一哥说你是不是很想要做 SPA？ 没有，我只是玩，无聊。哇，我玩玩而已，我真的不会了，好讨厌啊！他在人格分裂，他刚一直说，吼，你要为什么要比赛？为什么不能一起去？然后说，耶，我很开心，我想要比赛。对，而且他刚刚一射，蓝哥有拍到，他刚一射完那2支9分的，射完就说，哈，那是谁射的？怎么？我不会射箭啊，我不会射箭啊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演艺圈的女生好复杂哦，太紧简单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比赛了吗？你真的太紧张，太紧张。我太想赢了啦，因为奖励真的太好了。太准了，射第一箭哦。你是这样射是不是？这样吗？对对，就这样。有压到白色的，6分，一箭6分哦。来一颗第二箭，醉了！哇！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，是的，各位，我就是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射箭都没有上场的吴尊。
大家是不是没有看过吴尊上场射箭的样子啊？没有错，因为钱姐不放心，我就没有上场了。哇塞！哇，好远的！你箭射到后面去啊！哇，这就变成红了，阿萨米斯，再见全垒打！知道的，我前姐不让我上了吗？我们说你强一点，你看林莎那个球量，他真的很对呀，很伤的样子，你想让他赢吗？这个资格争取回来，快点，加油！没了，没了，再见，没中就没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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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那这是五分，五分，五分，加六十一分，十一分。大王只要有压到任何一件，他们就赢，就我射得到靶了，可以，可以啊。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比赛的时候我都会这样，千变不变的道理，千变对，完全没不会变。你眼泪流出来给我看，我真的是很难过。我们现在真的来到了一个深山，因为手机甚至没有讯号，没错。然后你要来深山享受，你要来享受，真的，因为这种享受，因为我就是射箭小天才，我就是应得这样的鼓励。一哥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要去哪里啊？我后悔了，我现在觉得我为什么早上不认真比赛？那你没有认真，我没有认真啊！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就是一箭，剩下就是你。没有认真，哎，怎么这样那么漂亮？哎，你早上有认真吗？我早上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应该是被附身。这个更气！我觉得怎么这一趴想改规则，演艺圈资历最深的先去了。先不行，还有在那个。我要讲一下，里面的东西真的很酷。对啊，往里面走，那个山林很秀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真的是。来，让我们欢迎运动员入场。来，颁奖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拜托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有些人，两个都给他，有些人，两个都他得了奖，他也没这个胆子带。他们会两个都要给你，哦，两个都给我。哎，好适合哦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，真的是，就是他。带过去，带过去。哇，是不是很舒服？赞了吧！哇，好有 feel 哦。他这里是有那个草药铺的。铺在里面，我们他们自己去采。干曼德兰，而且是新鲜的，好香哦！叶桃叶我们昨天有拿来放在饭下面，对对，它都可以吃。而且大文，你看它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在烧的哦，我会把那个药材烧起来的。哎，最主要是我觉得他们这边很棒，就是。这些他们选的这个药草都是自己去采的，对，那个功用真的都是有一些什么舒眠啊、安定神、安神的那种，是真的很棒。刚好可以好好睡一下，林莎真的需要，林莎常睡不好。跟你讲哦，刚刚林莎说，哎，这个是全台唯一耶，他刚讲，我哪有，他的心在流血，全台唯一，哇，哎，全台唯一，就是比较整套的这样，整套的这样。然后我在他旁边超清楚的，他心在流血，你要注意在流血，安内个。为什么？这是我推荐的行程。因为你原本觉得还好，就走到这边不能做，觉得有点真的难过，好舒服的感觉哦。林莎，啊，你讲话太大声，吵到我。哦，让我们不好睡。大文，要开始了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这个手劲一压下来，就知道姐姐是个专家。真的？对。姐姐，你按摩多久？我二十八年。28年是有一个浑厚的功力在里面的，
阿刚，什么？这什么？姐姐，你现在放的是什么石？热石。热石。不领通告费也值。哇，讲出这种话，真的。以后我都免费来时尚玩家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时尚玩家的 YouTube 频道破50万订阅了，耶！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。接下来时尚玩家会陆续举办回馈大家的活动，请大家要持续关注时尚玩家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哦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赶快订阅起来！所有精彩、好吃、好玩都在时尚玩家。订阅。